们今天要去游乐园玩耍。陆地的也有水上的 Dorney Park。 我们要去玩我们的第一个游乐设施，旋转木马。区域就是 Snoopy 的，就是给小小朋友玩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来玩 Snoopy 的海盗船，很小，非常小。然后整个园区都是 Snoopy， 超可爱的。这个车很可爱。玩之前呢，要先量身高。然后我本来想拿着我的相机记录的，但他们说有点危险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里。第三个游乐设施，哇，这很酷。Mara, do you want this? Do you want this one? We say hi. We saw Snoopy Land. 其实它 Snoopy 的这个区域就有蛮多还蛮好玩的东西，但就是完全不刺激，一点都不刺激。要想要，我们下一个要玩这个。没有，那没关系，再选两样，我们就可以去玩水了。我一定要说一下，这个游乐设施超级舒适，趴在上面很容易想睡觉。没错。那只超可爱，好圆哦！对啊，超圆的，好可爱哦！好的，然后就是午餐时间，我们就找到了一个小卖部，点了一些食物来吃。我吃鸡柳条，然后它真的就是很一般的鸡柳条，很干，然后贵贵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水上乐园了 ，Water Park。哇！我们有租一个帐篷，然后这样就有遮阳的地方，不然太晒了。带你们去我们的帐篷14号。
这边是儿童的游乐区。买冰淇淋，你帮果果拿。Thank you。冰淇淋时间。点了，我们从它园区刚开大概10:30就来了，超累，而且我觉得我晒黑了两度吧。我姐说，如果下次不用带小孩的话，我们就要去玩这个最可怕的、最刺激的。好的，今天的乐园记录就到这儿，拜拜。